中风常见症状为猝然晕倒、口眼歪斜、半身不遂、语言减色等。面神经麻痹，单侧口眼歪斜。中经络者一般无神志改变，症状由口眼歪斜、言语不利或半身不遂等。中脏腑者，症状有突然晕倒、不省人事、病情较重、季节交替时出现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类中风的小偏方：黄芪十克、甘草十克、人参十克、当归十克、橘皮十克、生麻八克、柴胡十克、白术十克、生姜五片、大枣八枚、细辛两克、煎汤内服，日一剂两次服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请继续关注九零后。